本节目是由 Homex Design 冠名播出。Homex Design 提供一站式厨房设计与厨房器材总会，为你打造舒适、清新、典雅的厨房。Homex Design 从房子到温馨的家。来来来，今天我们有非常新鲜的 melon， 如果要的话呢，在底下留言加一加一 ，OK？ OK， Amy， 我看到了，所以总共是90令旗舰粉，马上就被印给我们了，谢谢你啊！嘿、hey, ，没有找不到，只有想不到，我是雷姐，来到了第三集的想不到雷。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古晋最早爆红的直播主，他是阿奇。嗨。那时候在 MCO 那段期间呢，就是你们就是很频密的都有在做直播嘛，所以那段时间你们的营业额是不是也是有提升的？有啊有啊，当然有提升啊。那时候我们大概提升大概是50%。哦，70%很多哎、欸。还好还好。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在做直播的时候，你们最忌讳或者是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最害怕哈、哦嗯，最害怕就是尿急。你们的直播是多长啊？多长啊？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嘛，那两个小时。那如果说就直播到一半的时候就尿急想上厕所的时候，又没有不能够把这个场给它忍下来的话，那就只好忍住了，对呀、啊、对呀、啊啊啊。OK， 我相信你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应该也是有遇到蛮多有趣的事情的吧？例如说，可能收到一些奇特的留言啊之类的。有啊有啊有啊，都会有啦。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说，每次我说要减肥的时候、朋友们都会说不要减肥啦，隔天就会有收到朋友们的这个餐点哦，这样子，然后就不让我减肥这样子、啊、所以减肥又泡汤了这样子、啊啊啊、可能他们是觉得你这个形象比较适合做这个直播吧、是不是？对对对。其实你自己的观点嘛，你最喜欢或者是最不喜欢的类型的直播是怎样的？最喜欢的应该大部分的都还 OK 吧，大部分的直播都还 OK。比较不喜欢的就是突然间有一个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个美女在后面这样子，这样子有没有？在我刚才的那段直播，你觉得有过关吗？你过关啊，但是如果我在你后面这样子就不过关了。好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阿奇，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一些物品，让他来展现一下他推销的实力哦。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知道哪个是长的，哪个是短的？这样子看，明显这个是长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这样子讲，是不是这个是长的？左边啊，那很明显啊，明显这个是长的。这里有写一个 Maxi Fit 32cm， 是一个扯嘞，真的一个扯嘞。然后这个的吸水性有没有那么强？我觉得应该非常强，我觉得应该比吸尘器还强。这样子吸哈，到今天的这个优惠就是买这个大的送这个小的哈。来，今天请教的人请加一哦。多久没有碰到奶瓶这个东西？是奶瓶吧？应该我用自己用的话，应该三十几年前吧。所以今天呢，我要卖这个奶瓶哈。来，这个奶瓶呢，主要是玻璃的。OK， 玻璃的呢，我们的内里面放进去的时候呢，就不要太热吧，对。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用玻璃的来这个玻璃瓶盖。OK， 这个玻璃的瓶子呢，好洗呀、啊，好洗，然后又耐高温啊。所以你拿去 steam 的时候，你不用怕说它的那个塑料会裂一些塑料出来，有没有？那这个用完的奶瓶或脚还大的，不要再喝奶瓶。这个奶瓶呢，也要放在你的床旁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放在床旁边的话呢，如果有一天你的老公啊，还是谁说，这样子有没有？然后呢，如果他喜欢喝酒的话，你就把酒倒进去，然后就拿给他就好了，有没有？给你啊，这个我拿手，OK， 这个很简单了。来，这个呢，我跟你讲，里面看藏了什么法宝了，可以告诉你们家。来，给你们看一下，来，看到？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Golden Melon 啊，这个 Golden Melon 这个瓜呢，它是一棵树一棵瓜，说一棵树里面它只种一粒瓜，然后这个呢，它一定要在室温里面种，然后这个瓜呢，孔丰干低保低哈，就是一定甜的，一定甜，非常非常脆，非常非常好吃。然后这个瓜呢，加上这个和酒呢，就非常非常的得体。然后送给朋友们的时候，你看到朋友们的这个笑容，或者上桌的时候笑容，或者是这个家里人的这个笑容，然后笑容还无所谓，然后吃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那个甜度甜到他们心里的时候，然后他们给你一个电话，跟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吃哦，你哪里买的时候，那个心就是非常非常开心嘛，对不对？啊，这个呢，要那边我们来这个马上加一。刚刚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果然是古晋最早爆红的直播主，太厉害了！不敢。今天非常谢谢阿奇，谢谢你。好，谢谢，拜拜。很多人都说古晋是个小地方，平淡无奇，但只要用心发掘，你就会发现古晋是个人才济济的好地方。没有找不到，只有想不到，想不到嘞！我们下期再见喽！不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和分享哟。